下面来一首《雨碎江南》啊。我们大家把点赞点起来，大家，马上要过10万了。清弹好听。做的曲子啊，是我们河图作曲的，后来被很多个音乐团队引用来作词了。
家，西子是每天上午的10点半在直播间给大家弹曲儿，我们大家随时都可以来直播间。下面我们来一首《片片相思赋予谁》啊。
片片相思赋予谁？欢迎大家上午来到西子的直播间啊！欢迎大家，西子是一个才艺古筝主播。我们大家如果有喜欢的，我们可以把关注点起来，然后咱们把点赞点起来，我们点赞点起来。家人们，我们一起冲一下150,000的点赞哦！我们现在一起，辛苦大家，辛苦大家了！感谢大家的灯牌，感谢大家的小星星，然后玫瑰花，然后还有所有的小礼物啊！我们下面来一首《这世界那么多人》。的天空，
曲《惊雷》。惊雷就是通天，哎，那首歌歌词那个词怎么唱的？欢迎大家上午来到西子的直播间啊！欢迎大家，西子即将从川音的明月系毕业。我们大家喜欢西子，我们可以把关注点起来啊！我们觉得好听的，我们的点赞都要停下来。你也会弹，可是没人听。感谢我们六七啊，感谢我们六七。马上毕业了，是的，马上就要毕业了。等我20号把我的那个考试的毕业考的视频一交，因为我论文已经过了嘛，就基本上算是毕业了。不带困的吗？还好哎，还好。大家稍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回来。说不分离，写不尽相思，执着着不落笔，落笔成文，写尽的都是你。日出时而起，日落时而息，这次手不闻世事别离。看尽繁华似锦，雨下落满地，任万事更替，斗转又星移。就算手指头点没了也要点。我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大家。能打多少是多少，不按时间配合人气票上不去啊。我们来一首《左手指月》啊。